最近做出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就是我决定要回国。没找不到工作和被 PC 惨剧是我没有想到的，就是没有预料到会发生的事情，然后所以就是弄了我一个措手不及。然后在深思熟虑之后，我决定要告别生活了将近六年的美国，然后准备回国。我现在脑子里只剩下了我春假出去玩。春假出去玩很开心，因为我春假去了奥兰多，去了迪士尼、环球影城，都是造梦的地方。3月15号，3月15号，最终我还是没有把我的毕业论文交出去。从一种层面上来说，会觉得做了一个梦，然后现在梦要醒了。我觉得它是一个傲娇的，我想说一个小猛汉。就是我觉得他的性格就是就我觉得特别开心的一点就是他特别喜欢跟他特别亲近的人就逗他生气。静静 Artsy是一个非常不受拘束的，不太会受传统的各种规则限制的，有很多很多天马行空的想法。就是我觉得 Rosie 还是就是那种，就是你跟他在一起就是会非常的舒服，然后他会就是。他会那种柔柔的在旁边默默的把事情做好的人。就会觉得就是很靠谱，比某人来讲。说此在我这里就是是我遇到很多事情第一个可能最愿意去跟说此去聊天，因为我觉得会收获很多我之前没有的想法，就是他会很系统的告诉你。我觉得千子就非常像小熊熊，是一个非常温暖的，特别大的一只红熊猫，浑身上下毛茸茸的，但是它能够把它的朋友都包在一起，就是那种在千子旁边待着就会觉得很安心，能够被它保护。我眼中千子就是一个非常勇敢的熊，他比如说他直接毕业的这个决定是我不敢做的，所以我会觉得这个 she takes lots of risks by making that decision。 预料到了，就是我心里已经就完全做好所有的准备了，但是你真的得到这个结果的时候，表面是平静的，内心还是惊涛骇浪，波澜起伏，也松了一口气，因为你就知道了，你可能之前在你面前摆了很多棋子，现在你知道要拿哪颗棋子继续往前走，对，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可能很多人就会说什么啊，没关系，再来嘛，或者怎样，但是我感觉我没有办法给他们去形容，就是当你特别坚信一件事情，就是你把它当成一个事实，会发生的事实，然后突然间被打破的时候，你的心理承受能力是，就是
就是整个世界观的崩塌。然后但就这对我来说就是梦想的破灭，就是有一段时间我就觉得我不配有梦想。梦想是什么？我不配。天子，你现在在做什么呀？我现在收拾东西呀。你为什么要收拾东西呀？因为我现在准备赶飞机回家。走吗？好。就我觉得应该是就是面临我们三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一个挑战，就是你在学校你有学生身份，你有 F1 visa， 你就不用特别担心。你毕业了之后，你只有90天去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然后这个工作你会担心他的薪资问题，你必须开始就考虑所有的现实问题，但是这些都是在你作为学生的时候不需要去过多的担心的。因为我在那个之前，我一直觉得放弃梦想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但是当我真的想要放弃梦想的时候，我才明白原来想放弃梦想的人并不是很懦弱或者很不好的人，因为他们在想放弃梦想的那一刻，就是心肯定是伤透了，而且就是我觉得在那一刻，我觉得是你需要很大的勇气你才能放弃自己的梦想。我觉得一切的安排都有他自己的道理吧，就现在是一个时间节点，是去把自己6年学到的所有知识去转化成一个真正的一个实践的经历。对我来说是意味着我会知道我的朋友的去留，这对我来说影响还挺大的。在那个节点，在聊到那个节点之前，我是觉得就是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一种存在和陪伴，然后肯定是想着说那肯定是到一起毕业嘛，但是那个时间点突然非常现实的告诉我说有可能过了这个时间点千子就不在了，就是这是超出原本预期的一件事情，然后突然之间就像五雷轰顶，你意识到原来这种状态不会一直这样下去，就是我们原来会有一些非常规律的那种 routine， 就是比如说我们每周一起去学校，我们每周日会一起去 grocery 或者在千子家吃饭或者出去玩，就是我们会有一个非常固定的，当你已经成为每周的一周里面的习惯了的时候，突然告诉你这样的习惯可能需要打破了，因为March 15它会成为一个分界点。我等一下，我还想买一个奶。我也想买奶。真没有，还有一罐。哇，我到了，我够不到。No， 我怎么每次都我帮你够吗？试试看。能吗？试试看。哎呀，小心小心。评价一下千子和 Rosie， 就是本来是我来这边最大的一个情感的支撑吧，就是会发现就是这边交的朋友就跟家人一样，就你很多生活上发生的事情，压力很大的时候，没有人说话的时候，就直接冲到他们那边去哭给他们看，或者给他们一个熊抱，所有的压力都没有了，有点肉麻。
雨点滴滴答答诉说着我的心情，风儿有着你我缓缓走近，玻璃墙外的蜻蜓，我多么羡慕你，有一天我会自己找寻这路尽头的秘密。我不想再去遗憾我不曾得到，世界在灯火作答，继续维持在海浪回首追远白发，这个时间太多牵挂，爱没放下，我却要失去心脏。I will no more regrets going beyond these walls. The unknowns won't hold me back. No more fears, I'll let you hear my own sons letting out the old days, remembering missing healing. Can't just leave behind, though it's time.To say goodbye. 哎呀，我的飞机票取消了。Thank you for this trip you gave.